女学生探出头看看厕所内，现场凌乱不堪，瓷砖、木材还有天花板全都砸落在地，满地石灰，还有电线垂直悬挂下来。这一幕让他们饱受惊吓，以为自己走错地方，好端端厕所怎么突然变这样。据了解，事发地点在淡江大学女生宿舍厕所，当时有女同学在房间外听到一声巨响，打开房门走进厕所，发现天花板整块掉下来，直呼幸好当时厕所没有人在使用。事后同学把影片发布在网络上，表示现在都不敢去上厕所，但什么原因天花板会掉落还要后续厘清。东森新闻新北报道。